大家好，我是龙门艺术团长龙龙。在疫情不能演出的这段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身为一位表演艺术工作者，能不能在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为社会做点什么。当时文化部正好在协助积极性艺文纾困补助案，于是找了团队的成员写了一份企划案，想说去偏乡看看孩子们。加上陆乐团队的协助，我们才成功的推动了这次的偏乡驱蚊计划。
最有印象可能是永乐，对，虽然他们的人是最少，可他们报动声不输给其他学校，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热情，对，尤其是那个弟弟。哎，红妹你过来啊！挡住挡住！对，我觉得那个校车可以让大家体会到那个偏乡国小的小朋友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真，非常热情，非常的直接啊！我对，拜托你们出来一下好不好？太夸张了！对，哇，太好了！你们下来一下了，下来一下。
有可能这一次表演就是他们一生就是可能就是看过这一次，所以他们都会围着我们，然后要签名啊，或者是想知道我们更多的讯息，然后就是把我们当偶像在崇拜。最深刻在表演的桥段是，就是有邀请小朋友到台上去，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然后感受大家的掌声。这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对，可能对小朋友来说，这样子上到舞台的经验是非常特别，而且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偏向的小朋友，他们很需要这样一个可以给大家看到的舞台。不管他们未来是不是要去表演，或者是他们可能要去当军人，要去当老师，要去当医生，那他们都会知道，我要追求梦想，我就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我台上的风光是背后很多的茧啊，只是伤口堆叠而成的。我觉得你带给他们这样子的观念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跳脱了只是表演让大家觉得精彩，更多的是你们带给他们的很棒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少有这种机会去看到这样的表演，应该说他们从来没有，所以今天的那个尖叫声，那个分贝，那个高度，就是他们真的发自内心觉得哇太精彩了。那就像刚刚讲说的，就是对于他们的启发，应该就是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那相信后续我们老师可以跟孩子分享说，为什么有这么精彩的，能有这么精彩的表演，那绝对不是突然今天一来就有的，那一定是你们平常累积多少的汗水，还有努力，还有伤害等等。团长透过沟通讨论跟孩子们启动了他们的梦想，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最重要的一环。他们未来是需要怎么走，他们需要一个人去引导他们，而透过这样的艺术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伙伴们给予孩子们是很多的期待跟梦想。不管他们未来想要当警察，担任早餐店的老板，甚至当公车司机，都是朝着梦想前进。而我们的伙伴们就是朝着梦想前进所创立的一个工作团队，我想这样的团队正是可以给我们偏乡的孩子一个鼓励的力量。你也想当厨师，你也想当厨师，因为你爸爸是厨师，让你跟他一起带点小苹果，叫大哥超市。你想当画画，当画家，当街舞，当街舞，你想当街舞老师，钢琴老师。老师很棒，所以不能让这个文化不见，对不对？你们呈现了你们努力的过程，还有你们达到梦想的那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们看到了一个典范，或者是说看到了一个可以追随的方向。那不管就像你刚刚跟孩子在聊的，就是可能大家的梦想都很不一样，不管是学术性的或者是运动型的都好，就是每一个梦想其实都值得被尊重，然后都值得去努力。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对小朋友来说就是非常的励志，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一点点的挫折，就会说啊不练了，不要练好了，他就是很想要休息。可是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你好不容易已经练到已经半个学期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就放弃，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像这样的历程让小朋友了解到，其实你持续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坚持下去，朝着你想要的目标迈进，你还是可以成功的。就像今天团长分享的是必须要有梦想，然后继续努力才能够成功，也是我们一直在带给孩子的，就是除了你要往后找寻自己的根之后，也要往前找寻成功的路。台上十分钟哦，台下可能不止十年功哎，真的。但是你能够把它在某个领域上面呢，能够很认真的去下功夫，有一天你就会成为这个领域的
那个力道的状况。他们或许在哪边发光发热，我不知道，可是我不能抹灭了他们的那个发展，不要让他们只是说就是看课学课，他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看，需要去学。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他们才知道，哎，原来世界有多宽有多大。你说他们舞狮，他们不知道我舞狮要干什么，但是透过你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展演，把它串起来，其实孩子们学任何东西就比较能够整体，而且能够比较完整。小朋友都觉得你们那些表演的事情都是太酷这样子，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反应，就是觉得你们都是他们的偶像。然后不是只有表演，还让小朋友能体会一些就是不同的人生故事。虽然你会觉得他们是国小，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从里面了解到一些意义这样。我觉得小朋友对表演就是有没办法抗拒的那种心理，是，人天生就是会喜欢艺术，没有错，对。以前我也曾经是台下那个小朋友，然后这样子就过了15年，那这15所学校里面加起来这么多学生，至少会有一两个也像我们这样子，看完表演之后，然后突然找到一点兴趣或方向，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他们在看我们演出的眼神就可以知道，就是其实不管老师也好，我们也好，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任何行为举止都是他们的榜样，都可以影响到他们未来想要做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你看到，就是一些就是小朋友跟你们互动啊，就是你们觉得就是他们，就像我刚才讲，他们情感真的很真。我觉得我相信一定是有小朋友会被你们这今天这场表演，一定是会有人被影响到啊，一定会有。可能因为你们去做某件事情，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有，对吧？就是有一个 superhero 的感觉。到高中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要做什么，就是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毕竟那时候也是觉得，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我就安稳过日子，当个上班族就好。可是当你遇到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之后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在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不用太早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可是当你遇到喜欢的，你就放手去做就对了。就是在未来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还是要坚持，因为有做才有可能机会得到。不要觉得很难或是很可怕就不敢去尝试，勇敢去尝试，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不要害怕做这件事别人会怎么看你这样子，因为如果这件事你真的很喜欢，那你就应该去做。我相信你们大家看我表演，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得到一些你们人生的启发了。就是如果你们就启发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他们讲的就是坚持，你们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做，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抄一下阿杜的歌。我们相信在做这样子的偏向表演的计划，先不管有没有赚钱这件事情，起码心灵上一定会很富足。如果真的未来有机会，我当然会希望可能不只是学校，可能直接是举办乡镇的巡回，可以是好几间学校，然后在某个村庄，然后大家家人阿公阿嬷大家一起来看表演，一起互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听到我们想要表达的故事，想要传递的我们的想法。感谢这次企划所有的目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学校各个窗口校长、主任、老师报名的，感谢你们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到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演出，让我们感受到孩子们回馈给我们的鼓励动力。大家辛苦了。